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体，维护和平是我们的崇高责任。继2018年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军队，新华社记者梅世雄。从国际维和到远海护航，从连演连训到反恐维稳，2018年中国军队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频频亮相国际舞台，以务实行动和积极作为彰显了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国际维和在南苏丹，中国维和步兵营不顾自身安危执行武装巡逻、紧急封控任务。在黎巴嫩雷场，中国维和工兵深入雷场进行排爆作业。在马里，中国维和部队面对营地附近遭汽车炸弹袭击，迅速反应，妥善应对。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中国军队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分队类型进一步增多，部署地域进一步拓展，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被国际社会誉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2018年是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70周年。国防部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先后参与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新建、修复道路16万余公里，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炸物9800余枚，接着病患超过20万人次，运送各类物资器材135万吨，有13名中国军人献出宝贵生命。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维和出兵国，有2500余名中国军人正在联合国7个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执行任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对国际维和行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加安全、更加高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远海护航。12月9日，中国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奔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接替即将完成远海护航使命的第30批护航编队。感谢你们，感谢中国海军。当地时间9月10日上午，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东平湖舰驾驶室甚高频内传来了刚解护的南远宝石轮船长李昌友朴实真挚的感谢之语。此次被护的南远宝石轮是巴拿马级，安全防护能力薄弱，易成为海盗袭击目标。商船提出临时护航申请，编队指挥所决定派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为其实施单独护航。自2008年12月26日开始护航的十年间，中国海军已经累计派出100艘次舰艇、26000余名官兵、为1191批、6595艘中外船舶护航，解救、接护和救助遇险船舶60余艘，持续保持着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两个100%安全的记录。连演连训。2018年中国军队与外军举行了数十场精彩纷呈的连演连训，既有双边的又有多边的，兵力包括海陆空多军种，科目涉及反恐、维和、卫勤、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方面。其中9月11日至15日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东方夫2018演习最受关注，应俄方邀请，中方出动兵力约3200人，及各型装备车辆10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30架参演，这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派兵出境参演规模最大的一次。中方导演部总导演、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说，中俄两国积极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大国责任，树立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下一步，中俄双方将巩固深化上合联演、中俄海上联演，探索建立两军务实合作的新机制。军事外交。2018年中国军队加强军事外交战略谋划，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外交活动，军事外交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功能不断增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能力不断提高。目前
执行和谐使命赴2018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正在归国途中。自2008年入列以来，医院船先后七次执行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到访43个国家，累计航程约23万海里，再到法国免费接诊病患23万人次。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督威廉斯表示，和平方舟不仅送来健康诊疗，还送来欢乐与希望。这种充满爱的行动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10月24日至26日，以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为主题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恐怖主义威胁与应对、海上安全合作、现实与愿景等议题深入交流。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陈光军说，与世界各国结伴成行，共同呵护世界和平，始终是中国不变的初心。从中美两国国防部长互访的欧洲多国国防部长访华，再到与周边国家展开一系列军事外交。2018年，中国军队注重加强战略沟通和务实合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说，中国军队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原标题：四川省兴文县发生地震第二天，武警官兵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16日12时46分，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发生5.7级地震，武警官兵闻令而动，赶赴震中抢险救援。17日，救援工作持续展开。据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支队长聂刚介绍，在前期开展疏通道路、转移群众、装卸物资等工作基础上，支队按照现场指挥所要求，搭建新式冬季帐篷40余顶，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夜，派出医疗巡诊小组，为受灾群众提供免费医疗诊治和心理疏导服务，并安排专人对救济点周围进行消毒，防止发生疫情。您这是闪到腰的，没什么大碍，注意不要剧烈运动。今晚再来给您冷敷。家住兴文县周家镇的廖冬梅老人，因地震导致腰损伤卧床不起，支队医疗小分队的巡诊服务让老人感到暖心。13时许，该支队兵分三路进村入户，对村民情况进行全面彻底排查。受地震影响，周家镇龙洞村龙洞煤矿山体发生塌方，方量约20万方，塌方体在河道上形成堰塞体。15时，武警某部交通二支队支队长方慧军带前指人员与宜宾市政府地质勘察队和国土资源局专家徒步爬上堰塞体实地勘察，经过现场研判制定排险方案，计划动用5台挖掘机清理塌方体，改变河道，实现泄流，快速排除险情。同时，该部另一路官兵准备对长宁县双河镇至周家镇县的吉新峰乡至玉秀乡乡道2处山体塌方点进行抢通。截至发稿，该部大型抢险装备已月底镇中周家镇。综合记者张海华、特约记者江永安、涂敦法、通讯员杨建、马春华来稿。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2月15日发表题为《欧洲的隐形战斗机：英国在脱欧的情况下会加入法国和德国吗》的报道称，12月3日西班牙国防部宣布希望加入法德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FCAS 项目，参与制造第六代隐形战斗机和陪同飞行的无人驾驶僚机。然而，西班牙的这番声明也稍带提及英国今年7月公布的类似隐形战斗机项目风暴。英国的风暴团队已经与意大利莱奥纳多公司合作研发传感器和航空电子设备，而西班牙的文件宣称荷兰也被邀请加入英国项目。报道称， FCAS 项目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邀请英国参加，这一点十分明确，原因可能是英国将脱离欧盟。然而从那时起，
尽管风暴项目从理论上是 FCAS 项目的竞争对手，但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涉及风暴项目时不断发出积极信号。报道称，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FCAS 项目和风暴项目或许处于某种复杂的求偶过程，这两个多国项目都扭捏地装作对对方不感兴趣，同时又抓住一切机会展示各自项目的吸引力，从而引诱对方最终提出合作。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引擎战斗机的开发和运营不但耗资巨大，而且容易面临严重超支、技术障碍甚至彻底失败等风险。多国合作有助于通过扩大采购额创造规模经济，从而分担研发成本，改善单位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美洲火攻击机、阿尔法喷气机以及更加现代的旋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等过去的战斗机项目上进行合作。